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本视频我们要学习的是世界上最美的20个英文单词。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mother, 母亲。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母亲抱着这位可爱的宝宝。大家认为是不是最美的呢 ?OK, 我们看第二个。passion, 激情。第三个 ,smile, 微笑。第四个 ,love, 爱。第五个 ,eternity, 永恒。第六个 ,fantastic, 奇异的。第七个 ,destiny, 命运。第八个Freedom, 自由。第九个 Liberty, 自主。十 Tranquility, 安宁。十一 Peace, 和平。十二 Blossom, 花丛。十三 ,sunshine, 阳光。十四 ,sweetheart, 情人爱人。十五 ,gorgeous, 绚丽的。十六 ,cherish, 真爱。十七 ,enthusiasm, 狂热。十八 ,hope, 希望。十九 ,grace, 优美。二十 ,rainbow, 彩虹。OK, 我们学到的就是这20个最美的英文单词。那么大家学会了没有？最美的单词呢是英国文化协会举办的，然后并征求了46个国家7000多名英语学习者，然后对英语中最美英文单词的意见，也就是民意投票。那是不是最美的不重要，我认为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学会并体会这些单词。 OK, so that's all for today, and thank you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Bye.